外道也有比较好的戒法，比较干净的如法的戒法呀，就是助人升天了。他可以离开这个土堆啊，往上升，升多高呢？顶多升上一尺，再高一点就是两尺、二尺，不能再高了。他这个比方是什么意思呢？离地一尺，比喻他有这个定功啊。如果四禅修成就啊，可以升到十界天，升到十界天啊。外道的邪法四禅修成就，顶多升到十界天啊。那么二尺比无色界，二尺比无色界，他再高呢，可以升到无色界啊，就是非非想定啊。回归想定像玉陀兰佛，他就升到无色界，就是二次啊，升到无色界，顶多升到色界无色界，但是他的这个业报完了还是要堕落，业报满了一样要堕落，是那是不永久的啊。那么显示这个戒局的邪戒呀、啊，不能够出三界，不能出三界，顶多升到色界无色界天，不可能超出三界。那么所以接下去说。往返游行啊，总力喜息啊，这只是他在这个三界里面呢、啊、来来往往，往比喻升到色界天、无色界天，返回来欲界，又堕落回来欲界，甚至严重堕落三恶道，那么只在三界里面的来往游行啊，没有办法超出三界啊，所以叫做往返游行啊。而在这里三界里面来来往往啊，当作游戏一样，所以总一喜息啊，放荡总一啊，就是说他放一啊啊，随意自知。那么修那些邪戒，因为这样子可以升天，可是呢就没有办法超出三界，只在三界里面呢来来往往，好像小孩子在哪儿玩，在哪儿游戏的情况一样啊，捉狗两足，扑令失身，这些都是一种比方啊。如果那个里面的含的道理不明白，实在是读起来没有什么意思啊。足国两足，就是跟狗玩了，跟狗玩啊、把这个狗后边两个脚把它抓下来一扑，让它倒下去，这个狗倒下去就汪一声嘛，就是扑令失声啊。那么这是比方啊，他这个外道的邪法的戒呀、他执着认为可以升天啊，但是他也有一种功力啊，能够暂时扶住贪心的烦恼，不会升起现行啊。狗的两个脚啊，就是比这个有利贪跟无利贪，有利贪跟无利贪的两种贪心。抓住啊，足抓住，抓住就是比方啊，它能够扶住这个贪心，暂时扶住贪心啊，而让它不起现行。哎，你再想想，例如说他吃牛腱吃狗腱，贪心扶不住他，能够做吗？能够做吗？他肯爬在地面上吃草吗？他肯去拉车吗？他肯去拖犁吗？所以他必定能够把这个贪心啊暂时压不住，暂时压不住。所以暂时能够把这个贪心压住，不升起现行啊，就好像抓住这个狗的两个脚，让它扑下去啊，发出声音来。这比方啊，他能够感到当时啊扶住烦恼的好报。接下去说，与脚夹紧，不苟自落。用自己，就是这个外道啊，自己两个脚夹在这个狗的脖子上，脖子上夹在狗的脖子上，用两个脚把它拉下来，拉下来，然后用两个脚把它啊架在这个狗的脖子上，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外道修这个四禅八定啊，他能够扶住心里的觉观烦恼，觉观寻词了，心意叫做寻词啊，他把心里的这个升起妄念的那种功用啊，他能够暂时压不住，所以用脚夹住狗的脖子，让他爬不起来，
这就比方他这个妄念呢、啊、能够暂时压服住啊，而不使他升起现行啊、这好像这个无想定啊、非非想定，外道修到无想定，心里不起念头不起来，好像石头一样无想定，那么这就是与脚架啊、架在这个狗的脖子上了啊、脚有两个了，能抵抗了，一个是比无想定，一个比非非想定啊，功力最大的啊，非非想定，升到非非想定，非非想啊，也不是有想，也不是无想，那种的境界比无想更维系，所以叫做非非想定。那么这就是要使这个心理的妄念呢、啊，能够暂时压缚住，不起现行。那么这样子依偎啊，升到这个无想天呐、啊，非非想天呐、啊，依偎就近了。好像正到涅槃了啊、以此为乐啊，所以叫做不苟之乐啊、使苟恐怖啊，而自己在哪里玩苟当作快乐。这个比方就是说，它不是涅槃之因啊啊，忘记希望的执着，认为是涅槃之因啊。那么在这个无想定升到无想天，非非想定升到非非想天，以这种情况啊来说明他这个四禅八定的未禅的功力啊，也能把烦恼暂时降服，但是断不掉啊、那么等到这个无想定五白大劫满了，他又啊、有想了，又要造业，又要堕落。非非想定八万四千大劫满了，照样要堕落，就说明这个不苟之乐啊，他自以为是涅槃，实际上是不是的，所以叫做不苟之乐。苟比他的这个烦恼妄想啊、不比降服他，暂时降服啊、不是涅槃，以为是涅槃啊、认为最快乐的，所以叫做不苟之乐，就是非涅槃因啊，忘记以为是涅槃之因。上面是比这个五力识的第二戒取执着于邪戒呀、啊，认为是正确的，那么因为可这样可以升天啊，那么这种的错误观念那就叫做戒取。下面接着有六句经文，一首诵伴，是比方这个身见，众生的五力识当中啊，身见最根本啊。那么其他的边见、见取、戒取、邪见等啊，完全由身见来的。所以接下去的经文说：福有诸鬼，其身常大，若行黑兽，常住其中，发大恶声，教福求食。这六句经文呢、啊，比身见，这一套我们大家都是一样的，都有身见了啊、纵然邪见现在不会着了邪见啊、没有那么严重嘛啊、那么我们也懂得佛法，也不至于有这类邪见，可是这个身见就很严重了。身见我们大家一样是有的，没有证出果之前，大家都是一样有身见的啊、就是我执。福有诸鬼，还有五力识里面只说过邪见、戒取两种啊、现在有说身见，所以说还有啊、诸鬼，所有的历史当中的邪见呢 以身见最多，身见为根本，所以叫做诸鬼。鬼比五力识，而这些五力识当中以身见为主，而能够包含其他的四种邪见，所以叫做诸鬼，诸是很多。这个身见呢，其身长大，身就指这个身见，长就是数入三世即我啊、过去是有我，未来是有我，现在是有我，以过去现在未来三世执着有我，这个叫做常。常越时间论，越时间论叫做常，就是众生执着有我，过去是有我，现在是有我，未来是有我，
在三世中执着有我见，这个叫做常。大越恒论，越空间论啊。那么这是越五蕴诸法，色、受、想、行、识，以这五法执着为我啊。例如说，知这个色法为我，执着这个受为我，知想为我，行为我，识为我，六十二间就是从这个五蕴即断常，直断直常而起的这个啊我见啊。例如说色蕴，知色蕴是我啊，那么色大我小，我在色中；色小我大，色在我中啊。那么像这类的执着啊，那么每一蕴有四法啊，即非双非双是啊。那么一蕴有四我，那么五蕴呢就有二十种我了，再加上执着过去式的五蕴、现在式的五蕴、未来式的五蕴各有二十，那么就是六十间了，再加上断常二见的根本见，就是六十二见啊。那么就是因为有这个身见的执着，在时空当中执着有我，所以就成为啊详细繁衍以为六十二间，后边都有说到啊。那么以这个执着身见为主啊，这其身常大，就是比众生的这个执着身见啊，越时间越空间啊，五蕴三际啊，夫论这个我间，那么是成为众生的最严重的身见的执着，所以叫做其身常大。若行黑瘦，若行是不穿衣服啊啊，这是由了我见呢、啊，以我者自在意，那么由我了执着自在，那么不肯修善法，那么没有惭愧心啊。不肯修善法，没有惭愧心，就好像人没穿衣服啊，叫做落行啊。黑比这个恶法啊，佛法里面往往啊用白跟黑啊来比这个善恶，白法比善法，黑法比恶法。黑就是由这个我见呢、啊、造诸恶业，因为我只有身见就造诸恶业了啊，所以黑就比这个以恶业而自庄严了啊。没有功德的这个没有功德之肉啊，所以就瘦，瘦就没有肉了啊，三比八了哦，三比八很瘦啊。这个客家话一重皮薄把骨，你看这个人有多瘦啊，比猴子还要瘦啊，猴子还有点肉啊，他瘦的就是皮包骨头没有肉，那就瘦得不得了了，所以就是瘦。又黑又瘦，瘦比什么呢？没有功德之肉啊，肉比功德，没有功德之肉，不修善法，没有功德之肉，所以瘦，造诸恶业，所以黑啊，黑造恶业，瘦没有功德，没有功德之肉，所以又黑又瘦，没有惭愧，所以落行啊，落行黑瘦，常住其中，其中。指三见，指三见，我见不破啊，永久在三见也。哈，大家注意这句话，你不要看很平常啊。常住其中啊，永久让大家了，不会造的，永久让大家啊。那么永久就住在这里啊，这是你的常住了，在三界里面，欲界、色界、无色界，这是你的常住。你不想走啊，叫你到极乐世界去，这里好啊，蛮好嘛，嗯、啊，我很享受啊，我不想走，嗯、啊，常住其中。简单说，恶见不除，身见不除啊，不破我执，没有办法修三界啊。不管你怎么修，你修什么法门。不管你修什么法门，身见不破，我执不破，永久在三界内，超不出三界。纵然要念佛往生西方，临命终时，如果这个我见放不下，也是照样被他拖住啊，超不出。嗯，
那么因此之故啊，他在这个三界内以苦为乐啊，发大恶声啊，执着我的心、我的身、我的一切啊，那么一切都执着于我啊，那么所以发大恶声，就说明他呀啊，由这个执着于我升起种种的高论，教福求实啊。那么在三界内轮回流转很苦恼啊啊，他也希望由能够得到一点饮食啊。求食，希望得快乐，得快乐，有的吃不就快乐了吗？无糖驾都安乐啊，哦，那么有的吃就快乐，他也求快乐，可是在教在福，希望求吃，但是不修善法，不修善法怎么能够得到快乐呢？这就是啊，只希望得果而不肯修因，只希望得果而不求修因啊，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众生的身见。嗯，这里最重要的，我们的居住常住其中，有了身见，有了我知，你应就躲假不照照伪料啊。假如你的身见丢不开，执着于我啊，这是我的，这是我人啊，也很矮盖哦。你执着有个我，这个我执着放不下，嗯，你总然念佛，我如果放不下的话，阿弥陀佛来接你，你回头就走了啊。不愿意去，我不卖照啊，那就变成了想要往生也不能成就，就是这个我见最严重，常住其中。记好，我们不要常住其中啊。我们留到下次再讲，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啊，下口。认识台湾燃灯功德会，本会以宣扬佛陀燃灯功德为宗旨，意在激发众生的菩提心。佛陀的正法宛如一盏带给众生温暖的明灯，除了推广点灯供灯，并凝聚人人燃灯的一念善缘，唤起人们心灵深处的那份光明。功德会主要以推广点灯供灯，提供社会大众一处燃心灯发善愿的平台。成立至今，国际百万菩提心灯海内外供点36,767,314盏，国际佛前供水海内外供18,032,2,215杯。希望借由燃灯供佛的善心、善行与善德，普为天下生命燃起慈悲、真理、平等无争的光明。此外，
为了培育传递正法之具的优秀僧伽青年，本会已积极护持国内外各大佛教学府，无论南传、汉传、藏传等各语系正信佛教学院，皆为本会护持之对象。同时，在设伏方面，本会将投入国内偏远地区学童的教学基金及生活资助，以及海外急难救助，如2015年的尼泊尔赈灾，本会皆积极投入救援，让慈悲的信念无远弗届地触及全世界。而为改善国内街友及贫户生活，本会并向各地素食餐厅购买餐盒，或在国内各地成立随缘素食餐厅，免费供应饮食，爱心素食免费便当。自2014年1月1日起至2010年4月30日中午止，海内外免费结缘173万3488份便当，宣导吃素的意义，传扬人间慈爱温暖。此外，还有辅导街友就业，重新适应社会。近年来，也加入慈悲关怀老人、老弱病苦关怀，亲至安养院或老人之家担任志工服务。自2005年6月16日起至2010年4月23日中午止，海内外共1889场。适逢如虚长老圆寂纪念日前夕，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高雄生命书坊举办传授八关斋戒、礼拜药师宝忏暨护身，恭请湛山法师主法，日期11月20日星期六上午9点，地点高雄生命书坊，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电话0722123233，0722123233。法会备有消灾超荐，欢迎提早填写，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新逢阿弥陀佛圣诞、地藏菩萨功德日，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高雄生命书坊举办传授八关斋戒暨恭送阿弥陀经，日期12月25日星期六上午8点开始，恭请湛山法师主法，下午2点于茄堰口法会，恭请慧泰法师主法，地点屏东妙云寺，屏东县万丹乡新安村大兴路175号，洽询电话0722123233，0722123233。法会备有消灾超荐，欢迎提早填写，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黄金至心奉师沙门饮食，衣服无不可量，今且略说15功德。何等食物？一者，闭塞兼贪之心；二者，能开布施心手；三者，能灭无不施福邪见之心；四者，能生果报不亡正见之心；五者，随顺善知识人；六者，远离下无之人；七者，能开诸善道门；八者，
能避诸恶趣门。九者，能种善根种子；十者，能拔不善根栽；十一者，能见薄一切诸烦恼结；十二者，能增长一切诸善根分；十三者，能保足一切诸持戒人；十四者，能因为自身所作已作；十五者，能为利益他因作已作。若复有人斋食供养佛及众生，功德有时，云何为时？一、寿命延长；二、形色圆满；三、知节夺利；四、记忆不忘；五、智慧辩才；六、众睹欢喜；七、丰足珍宝；八、人天自在；九、命中升天；十、速证圆寂。如是十种甚妙功德，施佛及僧斋食供养，或如斯果。古广：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对菩萨向前作诸伎乐及歌咏赞叹、香花供养，乃至劝于一人、多人、如是等辈，现在世中及未来世，常得百千鬼神日夜卫护，不令恶事辄闻其耳，何况亲受诸痕。众僧者，出三界之福田；父母者，三界内最胜福田。何以故？众生之中有四双、八倍、十二显示，共知得福，尽可成道。种种造饮食供养和合众，当感善眷属，同生不动果。